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师父慈悲，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那我们讲到这个马明菩萨，他在印度是属于这个说一切有部的譬喻师，但是鸠摩罗什呢，却把这个马明菩萨呢抬高到这个大乘佛教初期的一个代表重要人物吼。那当然必然有它的一个原因的吼。那这个原因呢，最主要应该是说这个马明菩萨，他呢这个以这个梵语的这个五言偈颂来呢赞颂这个佛陀的一生事迹，来写成这个叙事诗啊，成为这个印度啊非常有名的这个诗人啊，在这个印度文学史上是排行在这个六大诗人之一啊，那这个世界的一个最早期啊的这个十大诗人之一。这个马明菩萨所做的这个梵语五言诗，来赞颂描述这个佛陀一生的这个佛所行赞啊，可以说在这个印度啊，古印度啊，流行得非常的广泛啊，在古印度文学上占有一席重要的一个地位，乃至到了这个唐朝译进三藏，他也说这个古天竺啊，南海无不奉送，等于说这个马明大士啊，他可以说是走出了这个部派佛教，这个说一切有部譬喻师，他们呢着重在这个佛学的研讨，他已经可以说是这个行入这个民间的一个教化，尤其是这个马明菩萨的这个舍利佛故事，它也是一种古典梵语的一个戏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是现存梵文文学最古老的戏剧作品。那这些佛所行赞也好，或舍利佛故事也好，都是洋溢着这个热烈的这个佛教的信仰啊，教化世人啊，感化自身啊，对于后世的影响非常的广泛啊，具有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行矣啊。因此呢，这个龙树这个鸠摩罗什啊，才会把这个马明提高到跟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结集大成者龙树并驾齐驱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他不读这个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个龙树提婆的传记啊，也同时呢他也翻译了这个马明大师的一个传记哈。那也因为这个鸠摩罗什把马明大师的地位提高到跟这个龙树提婆的位置啊相当啊，也影响到这个后来这个佛教学者对于马明大师的这个地位的一个提升啊，尤其是在这个北魏这个北魏太武帝啊这个毁佛之后啊，这个北魏孝文帝复兴佛教，那么呢就有这个一些孝小人士啊，他们就毁谤说这个佛教啊是呢中土啊的一个人士制造出来的哦，实际呢在这个印度啊并没有这样的一种宗教。那所以这个北魏孝文帝复兴佛教的时候，这个三门统啊这个昙曜就跟西域三藏吉迦叶他们呢就翻译了这个护法藏因缘传，护法藏因缘传来呢说这个佛教它的一个传承啊
是有根据的，是有这个师资传授的。那这个坛要呢，就是在北魏孝文帝的时候复兴佛教，在这个云门石窟啊，建造了这个坛要五窟的一个开创者哦，这云门石窟的最早这个坛要五窟的一个开凿者，就是这位坛要哦，他是这个在北魏孝文帝复兴佛教的时候，这个开凿云门石窟最早的这个坛要五窟的一个开凿者，然后那他跟这个吉家业呢，他就是来论证这个佛教的传承啊是有根据的，而来编著这个《护法藏因缘传》的这个历代佛法相传的这些祖师，就立了二十四祖之说来呢，表达说这个北魏太武帝毁佛的时候啊，就有些人呐、啊、诬赖说佛教啊是出自于这个中国东汉时期的这个无赖弟子所伪造的。事实上在印度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宗教，那么呢有这样的一种污蔑佛教的说法出来啊，所以这个北魏孝文帝复兴佛教的这个沙门统坛要，他就特别跟西域三藏及迦叶就编著了这个护法藏因缘传，立了佛法相传的这个二十四祖之说了哈，二十四祖之说，他从世尊入灭传这个大迦摄阿难辗转这个佛法相传哈，佛法相传来说明呢佛教的由来，历来可考哈，历来可考。那这一本《护法藏因缘传》呢，它的影响深广哈，它的影响深广，形成了一种法统之说了哈，法统之说，在这个隋唐时代啊，隋唐时代啊，影响到了天台宗跟禅宗两大宗派的这个法统说呢，都是依据这一本《护法藏因缘传》的这个二十四祖之说再来推演的哈，推演的。那其实我们之前有说到哈，这个早在东晋的时候啊，东晋的时候，这个佛陀跋陀罗来到长安呢，传授这个禅法。后来呢，这个佛陀跋陀罗被这个长安僧团所并呢，来到这个庐山慧远僧团啊。那么慧远大师呢，就请这个佛陀跋陀罗呢，翻译这个禅经哦，《达摩多罗禅经》。那在这一本《达摩多罗禅经》里面，他就有说明这个佛陀跋陀罗他这个禅法师资相承的这样的一种之说了。那在这个佛陀跋陀罗这个禅经里面，他就有说到说，佛灭后，这个尊者大迦摄传给尊者阿难，再传这个末田地，辗转传到这个达摩多罗。乃至尊者呢，不勒密多罗，诸持法者以此慧灯次第传授，可以说是在这个东晋末年呢，这个佛陀跋陀罗来到庐山翻译的这个《达摩多罗禅经》里面，他也有描述了这个禅法相传的这个师资传授的这个传承。哦，以此慧灯次第传授哦，这是在南方。那因为这个北魏太武帝毁佛啊，是在北方啊，是在北方，所以这个坛要他才会跟这个西域三藏这个吉迦叶这个翻译的这个《护法藏因缘传》啊，这一本佛法相传的师资传授立的这个二十四祖。那么这《护法藏》因缘传的这个二十四祖师说呢，他也这个影响到了天台这个智者大师啊，在这个隋朝的时候，开皇十四年讲授摩诃止观，就有提到说，行人
若闻复法藏，则是中缘啊。就是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中缘的一个旨要啊，也必须要了解这个佛法相传相承的这个体系系统。所以这个智者大师呢，他也是根据这个《复法藏因缘传》来确立了天台宗西天二十四祖辗转传授的这个传法系统，传法系统。那么禅宗呢，禅宗呢，他也可能就是立了在这个南北宗的时候，尤其是南宗的这个慧能大师与这个北宗的神秀，在这个神会时代啊，神会时代啊，他就兴起的这个南北宗争夺正统，就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禅宗祖师相传的一个世系的一个传承。那么在神会的时候啊，他是有这个八代祖师之说，后来禅宗呢也以此呢推演，又有二十三世、二十四世、二十五世乃至二十八、二十九世都有。在这个唐朝的时期啊，这个祖师大的这个碑传里面都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八代、二十三代、二十四代、二十五代乃至二十八、二十九都有出现。后来呢，在这个历代法宝记啊，历代法宝记又称为呢师资众脉传，或者呢定是非吹邪显正破坏一切心传，也叫做最上圣顿悟法门。这一本书里面呢，他也依据这个复法藏因缘传的这样的一种师资传授祖师相传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呢，他订立了西天二十九祖这样的说法。到了这个唐朝德宗的贞元时期呢，智聚禅师的这个宝林传啊，他则确立了禅宗西天二十八祖和东土六祖的名单，在这个智聚的宝林传里面他确立下来的。但是这是禅宗的说法，禅宗的说法，天台宗呢不一定认同，不一定认同。所以在同样的在唐朝的时候啊，就有这个义学沙门啊，神清呢，他也做了这个北山路的机义说里面呢，他也依据这个复法藏因缘传的这个说法来对禅宗这个智聚宝林传所立的二十八祖这样的说法呢提出质疑。这是在唐朝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种争论了，这样的争论了。尤其到了北宋，更加白热化，更加白热化。这个北宋啊，有这个著名的这个禅宗人物启松呢，他鉴于这个禅门传法系啊，有这个神会时代的八祖之说，乃至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都说法不一。启松呢，他就呢把这些众说纷纭呢，把它呢做了一个整理，做一个考据。同时呢，他也反对这个天台宗依据这个《复法藏因缘传》里面所主张的西天二十四祖之说呢，这个启松啊，他写了《传法正宗记》跟《传法》。正宗定祖图以及呢传法正宗论这三本书啊，加以这个反驳天台宗的这个质疑，同时呢也澄清了这中间的一些疑问。到了启松呢，他确定了论证了二十八祖之说的一个合理性啊，合理性。同时呢，启松呢，他也以此呢，以禅宗为上乘佛祖的一个佛法正宗呢，把他这三本书啊，把他上表进献给皇帝啊。同时在这个嘉佑七年的时候啊，编入这个藏经里面，
那启松这样的一种做法，当然呢，就引起了天台宗的一个不满呐、啊，不满。这个天台宗的三家派南平范增呐、啊，以及山外派的这个直访呢，他就提出了这个启松把他所写的这个《禅法正宗》这三本书呢编入藏经这样的说法呢，这样的举止呢，他提出了抨击，尤其是这个天台的这个山外派啊直访，他更写了主说这一本书啦、啊，加以回击启松哈、哦、启松。那么启松呢，他也更做了这个解屋来回应、啊、那么直访呢又写了这个止恶来论破、啊、等于说到了这个宋朝的时候啊，这个禅宗以及天台宗在这个西天极祖这个传承上面呢，可以说呢你来我去啊，这个争执不休啊，争执不休。那么我们以这个反面的说法，就会觉得他们这样一来一往的一个论争啊，好像呢这个争吵不断啊，没有一个确立啊。那往好的方向来思考呢，也因为这样的你来我往的一个争执啊，有时候呢这个真理啊，就是透过论辩啊，这个越辩越明啊、哦、就是因为这个《护法藏因缘传》立了西天二十四祖这样的一个说法，被这个天台智者大师的这个《摩子观》里面所引用之后啊，就引起了这个天台宗以禅宗对于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传承的一个重视啊，才会加以这个考据啊，才会加以去考据啊。所以往正面的一个说法来看的话，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情，那么呢就引起这个大家呢对于自家师资相传的一个了解、一个探索跟一个考据，促进了这个宋代佛教史学的发达。所以呢这个也有它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效应、啊、正面的一个效应，就是因为彼此之间的一个讨论、啊、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说论文、啊、必须要这个论文会议这样的一个发表，就是借由大家的一个发表，每一个人呢把自己的论点呢提出了一个证据摊出来供大家评断，供大家呢论断、哦、才不会形成呢这个各说各话。所以这个论文啊，它必须要有这个论文会议来发表，提供给大家讨论。那借由大家的一个讨论，就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啊，就是大家的一个脑力激荡，大家的一个彼此的一个论难，那么呢就会形成呢再进一步的去探索，或者呢去思考，去找资料，去挖掘资料，更加呢来说明，就会让这个问题啊透由大家的一个脑力激荡，透过大家的一个论难，使这个事情的真相啊，它就可以更加的这个呈现出来，呈现出来。就这是我们这个论文啊，它的一个发表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效应啊，正面的一个效应。所以每一个人，你下了这样的一种说法结论，你的依据是什么？你的根据是什么？你的理由是什么？你都必须要把它一条一条把它列举出来，摊开在大众的前面、啊、供大家呢去检验，供大家去讨论，供大家呢去评断，那么这样的一个论文研讨啊，就能够让事情呢更加的一个清楚，更加的一个真理、啊、就透过这样的一个论辩啊，更加的清楚明了、啊哦、所以这个因为这样的一个论争啊的
它的一个正面效应就带动了这个宋朝啊佛教史学的发达，佛教史学的发达。所以经过了这个启松的一个论辩啊，这个禅宗的这个景德传灯录所主的这个西天二十八祖之说呢，就成为后世禅宗传法世系的一个定论啊。那么景德传灯录也因此成为这个禅宗传法源流的一个权威的一个经典的一个经典。所以这个我们呢在这个探讨这个禅宗的公案也好，或者禅宗的一个祖师的一个传记也好，大部分呢都会来参考依据这个景德传灯录了。当然呢这个后来敦煌石窟里面又有发掘了很多有关禅宗的一个资料，传统的资料，就会更加呢有了新出土的资料之后啊，有了新出土的一个资料之后啊，就又会让我们更加呢让我们了解这个历史的一个演变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也要透过了这些新出土的资料啊，也都在改变啊，改变我们以前的一个旧有的观念啊。所以任何不管是这个学问也好，乃至世俗的是种种啊学问啊，都是必须要与时俱进啊，与时俱进。我们不能说以前他们就有错，因为在那个时代可能受限于资料的来源，或者受限于这个毁佛事件，资料的王毅被焚毁消除啊，所以呢在那个时代所能够找到的，所能够挖掘到的，所能拿到的这些资料就这样而已，就这样而已。那也不能怪祖师大德呢他们呢这个考据不严谨，或者是呢他们的一个种种的一个错误，这是因为有时候是受限于这个当时候的一个情况啊，当时候的情况。那像这个禅宗在这个敦煌石窟里面又发掘到这个祖堂集，那祖堂集又比这个景德传灯录更早了，所以他有些资料呢他就改变了这个景德传灯录的说法，所以这是在所难免。就像我们现在因为有这个日本的一个唐朝遣唐使，或者是呢宋朝的时候日本来中国有遣宋使，他们也在那个时候呢把这些唐朝有这个日本来唐朝的这个遣唐使呢，把这个南山三大部道宣律师的那个南山三大部呢带回日本，就在日本保存下来，就在日本保存上来。那唐朝的就有这个唐武宗的灭佛啊，这个南山三大部啊，就在这个唐武宗灭佛的时候啊，在中国呢就消失了，只知道有这一本书名，但是呢找不到这本书。所以这个唐武宗之后一直到民国这个宋元明清这一个朝代啊，几乎呢这个研究释分律的人呢，他只知道这个道宣律师有做南山三大部，但是呢找不到这本书啊。一直要到民国这个中国呀，有很多呢到日本留学，那么又把这个日本的这些这个道宣律师的南山三大部也好，乃至唯识的这些书籍呢再来拿回来中国来翻印，那么我们又重新这个看到这个道宣律师的南山三大部。所以有些资料书籍啊，就是因为这个毁佛的因素或是种种这个外来因素啊，它就消失了王毅，所以这很难免因为资料的一个限制啊，受限于资料的一个来源有限啊，难免会有一些误差了，难免有误差。那么呢就已经由这个新资料的挖掘，新资料的发现，有些呢我们也是会改变旧有的一些呢说法，
那这是做学问，其实都是如此哈，就是不断的与时俱进哈，与时俱进。尤其呢，现在呢，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发展啊，很多地底下被挖掘出来的一些史料啊，其实呢，考古的这些史料，其实呢，也是很多呢，这个可以说是改变了，或者是颠覆了以前我们旧有的一些所学的观念跟认法认知啊，都经由这些考古的新挖掘啊出土之后啊，改变了我们的一些看法，这是在所难免。所以这个学术研究啊，其实往正面来讲，就是让我们不断的与时俱新啊，与时俱进啊，那我们这些种种的一个看法，在现有你所有找到的资料，你都把它呢摊出来，一一列举出来，供大家检验了。其实这样的说法、这样的做法、这样的手法，其实就是我们做学问的一个正确的做法啊，正确的做法。那至于这些种种的一些结论也好，那这是必然，它会随着这个新出土的资料而有所改变，而有所调整，而有所修正，好，这是必然的，必然的。我们不能以此就认为说祖师大德呢，他们做学问不严谨，或者我们就以此呢就说啊，祖师大德呢怎么可以这样的一个这个妄语妄造这些种种？其实，这个我们不要都以这样的一种戴着黑眼镜来看，其实我们如果往正面上正方向光明面去看，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论真，才让我们更加大家对于自己本身的一个传承的历史会去重视，会去挖掘，会去探讨，这也是它的一个正面，就是从这个护法藏因缘传的这个24祖之说来影响到这个宋朝呢对于佛教史学的一个重视啊，其实它也有它的一个正面效应，只有它的一个正面效应。那么最后呢，最后就这个鸠摩罗什大师来到我们中国，他的一个寂寞的一个感慨了，寂寞的一个感慨。毕竟这个鸠摩罗大师呢来到中国也算是他的一个异域了，那是一个 不同于他的一个故乡的一个地方，然后不同于一个故乡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还是把它说为这个罗什大师的一个异域的一个寂寞的一个感慨，寂寞的一个感慨。那就是在这个鸠摩罗什的传记，高僧传的一个鸠摩罗什的传记里面呢，他就有提到说这个鸠摩罗什呢在这个求知的时候呢，曾经跟随这个卑摩罗刹呢学这个十诵律。后来这个鸠摩罗什来到中国长安，那么卑摩罗刹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他也跟着后来呢来到我们中国的。那鸠摩罗什看到他的这个老师来到我们中国啊，他当然很高兴呐、啊，就以礼款待，以礼接待啊。那么这个卑摩罗刹呢，他就问了这个鸠摩罗什说：“汝于汉地大有众缘，受法弟子可有几人呐、啊？”这个卑摩罗刹当然听闻到这个鸠摩罗什来到中国啊，说这个尧新皇帝的一个重视啊，就特别呢。就有支持，以国家的力量来支持这个翻译的这个场域啊，那就有这个最多达到这个3000人啊来协助参与这个翻译的事业啊。所以这个卑摩罗刹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呢，他当然很高兴啊，毕竟自己的学生能够在这个异域里面啊有这样的一番成就啊，他为师者呢当然是很高兴啊。所以这个卑摩罗刹来到长安跟这个鸠摩罗什见面的时候啊，他就很高兴，
很高兴，同时呢，他也问他这个鸠摩罗什说：“你在这个中国啊，有这么大的一个因缘，福德因缘，哦，能够有这个皇帝啊，国家的力量来支持这个翻译的产业啊，有这么多的这个出家人呢，来协助参与这样的一个翻译事业，受法弟子可有几人呐？”就是说，你呢，这个培育了多少的优秀弟子，这个后继有没有人？那么呢，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说的这个著作是否等身啊，著作等身啊，或者呢，有没有写出这个像样的，有没有写出这个代表性的这个著作？所以我们这个学术里面呢、啊，也是有这么的要求啊。这个教授啦、副教授啊，每一年呐、啊，或者怎么哪一个时间点呐、啊，他都必须要缴交这个学术论文，哦，都要这个研究成果的一个发表，这是这个学术上的一个要求嘛，哦，这个每一个这个研究者啊，他至少在他的一个专业领域里面呐、啊，他的一个成果，他的一个这个成效如何啊？总是都要有一个著作啦，或者论文的一个发表。那同样的啊，这个大师级的人物啊，你培育了多少的个学生啊？是否有这个栽培出这个优秀的后继人才呀、啊？或者呢，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代表性的一个著作呢？那当然，这是卑摩罗刹当老师的人啊，他所这个关注在意的了。但是他没想到啊，他这么一问啊，就这个抽中了，这个刺中了这个鸠摩罗什的这个心痛之处了、啊、哦，这个心痛之处，那个鸠摩罗什他就回答说：“汉晋经律啊，未备啊，心经及诸论者，虽然都是我所翻译传的啊，有3000个徒众呢来协助我，但是呢，很可惜啊，很惭愧啊，这个我罗什呢，这个。”业障深重，业障深重，所以呢，也没有教出什么样的一个优秀人才出来啊。这个是这个可以说是透过卑摩罗刹问鸠摩罗什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其实呢，也说出了这个鸠摩罗什的一个心痛啊，哦，的一个心痛之处了，好。那在这个同样的这个就是鸠摩罗什的传记里面啊，他更加在这个罗什的这个晚年时候啊，这个鸠摩罗什啊，他就感叹了、啊哦，哦，他说这个鸠摩罗什雅号大乘，哦、我们知道说这个大乘佛教啊，就是在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个龙树跟提婆的这个中论、十二门论啊。这百论啊，跟大智都论、啊、把这个印度大乘佛教传入了这个中国、哦、所以这个雅罗什呢，雅号大圣，自存夫广、哦、那么常感叹说：“吾若着彼作大乘阿比昙啊，非迦赞言子彼也。”所能够比拟啊，就是不是这个迦赞言子所能够比拟的。今在秦地啊，身世则广，则何在此？将何所论？乃凄然而止。这是在这个《高僧传》的鸠摩罗什传记里面，在罗什晚年的时候啊，他可以说是说出他内心深处的一种感叹啊。的一个感叹、啊、那个这个迦赞言子啊，是说一切有部的一个大论师啊，哦，那么鸠摩罗什呢，他当然也希望他能够像这个迦赞言子，能够写出大乘的一个论著出来，成为一个大乘论师啊，这是他的一个抱负跟理想。但是因为呢。在中国这个对于这个大乘的观念的这个了解有限、啊、了解有限，所以呢
声势则广，这个知音呢、啊、很少，甚至来说没有知音呐、啊。所以他想要写出大乘的这个阿毗昙论出来呀、啊，也英雄无用武之地啊，英雄无用武之地啊。就像这个折鹤，折鹤就是这个鸟的羽毛中间的硬梗，鸟的羽毛中间的硬梗被折断了，那就它就没办法飞了，就等于说呢，这个鸠摩罗什就像这个折鹤的这个鸟啊，不能翱翔在天空啊，能够呢施展它的抱负啊，完成它的理想啊，写出了这个大乘的阿毗昙论出来啊，英雄无用武之地啊，江河所论难，所以呢凄然而止，他就停止了。这是鸠摩罗什在这晚年的时候啊所表达的一个感叹啊。那这虽然是在鸠摩罗什晚年的一个感叹，但是呢我们回顾啊这个慧远的传记里面啊，慧远的传记里面啊就有提到这么一点啊，可以让我们互相对照。就在慧远的传记里面，他就提到说，当慧远啊听到这个罗什大师啊来到中国，他就很高兴了，他就很高兴，很关注这一件事情啊。因为这个鸠摩罗什可以说是在这个道安呐、啊，他就跟苻坚呐、啊、一再的这个跟苻坚说相，请苻坚呢派人去把这个鸠摩罗什请来中国啊。那当然作为道安的弟子啊、徒弟啊，慧远大师当然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当慧远啊听到这个鸠摩罗什终于来到中国长安了，他很高兴、啊、他很高兴，他也很关注这件事情、啊、很关注这件事情。但是呢去月就是上个月法事道人，就有这么一个法事的出家人来到庐山，跟这个慧远大师说，闻君欲还本国，请以暂览。就是这法事道人、啊、他呢跟慧远大师说呢，说这个鸠摩罗什啊想要回国，不如归去啊，就是想要回国，回到西域去啊。所以这个当这个慧远大师一听到这个消息啊，他就非常的这个难过，情已湛然啊，他就非常难过。哦，先闻君方当大出诸金，故来欲辩相之求，若此传不虚。就是说，这个慧远大师听到这个鸠摩罗什在这个长安有这样的一个国家支持的议场来翻译这些经典出来啊，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兴啊。同时在这些新翻译出来的经典里面，当然啊辗转传到南方庐山之后呢，这个慧远大师看到了，他也当然会有一些疑问啊。那这些疑问他当想要去请教这个佛学大师啊，这个鸠摩罗什啊，故来欲辩相之求啊，想要去询问。那没想到啊，这个法师道人却来到庐山告诉慧远说，这个鸠摩罗什呢有这个不如归去之叹啊。哦，那如果是这样的一种说法是真的话，哦，此传不虚的话，众恨可言啊。所以那这个慧远大师啊，可以说是他的觉得非常的难过啊，所以他就赶快这个写了一封信啊，这问了有十条这个疑问啊，派人呢这个拿到这个长安呢去请教，这个向鸠摩罗什请意啊。鸠摩罗什所以从这个慧远的传记里面啊，透露出这个鸠摩罗什呢曾有这样不如归去的这样的一种念头想法。如果这样的一种说法不虚的话，那我们来对照这个鸠摩罗什在晚年啊这样的一个折鹤之叹啊，就可以理解说这个鸠摩罗什啊的一个心境啊，的一个心境啊。那么因为这个鸠摩罗什呢他是把这个大小乘的这个教义的根本差异啊跟大乘的一个优越性呢，他是算是第一个
把它传入到我们中国来，也经由这个鸠摩罗什的一个翻译龙树跟提婆的一个论书啊，尤其是大智度论啊的一个翻译啊，才让中国佛教界对纯正的这个大乘教理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了，比较清楚的认识。那么迦旃延尼子呢，他是说一切有部的大论师，他所做的这个发智论啊跟极意门足论这七论呢，是说一切有部的一个根本论啊，就表示说这个迦旃延尼子在部派佛教里面呢具有这个龙头大师级的一个分量。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经啊是佛所说了，那么论呢是菩萨声闻缘觉乃至祖师大德所说的。那么鸠摩罗什呢，他当然也希望能够呢提起笔来呢写出一篇大乘的一个论点啊，能够跟这个迦旃延尼子呢互相比拟呢，乃至能够超过他了，超过于他。但是呢很可惜的，很可惜就是在我们中国呢对于大乘的理解毕竟是有限，毕竟是有限，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鸠摩罗什啊可以说没有人能够理解听得懂，或者缺乏知音所致啊，就以致呢他呢就凄然而止，就停止撰写这个大乘的阿毗达摩这样的一个想法了，这样的一个想法。那除此之外，除此之外没办法写出这个大乘的阿毗达摩论著这样的一种感叹之外，还有呢就是呢鸠摩罗什所带来的经典啊，所带来的经典其实呢翻译出来的还不到十分之一啊，还不到十分之一啊，所以等于说鸠摩罗什所带来的这个经典啊翻译的其实还是属于少部分，并没有把他这个一生绝活啊，一生学佛啊这个把它呢全部翻译出来，只翻译的它不到十分之一，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因为在这个翻译的过程当中啊，勤能好简，就是我们中国人好简略，所带来的经典呢翻不到十分之一，那翻译出来的经典呢，又因为中国人的简略呢，又把它删减，我等那等于说是删减再删减，然后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鸠摩罗什啊，他的一些比较好的有跟他参与翻译的这些好的助手，他们呢也都跟随着鸠摩罗什没多久之后啊就纷纷离开啊。这也是一开头啊这个杯摩罗刹问了鸠摩罗什说，你在这个中国有大因缘，那么你栽培了几个这个好的徒弟呢？这样的问鸠摩罗什的时候啊，这个鸠摩罗什他非常的这个感伤啊。为什么？因为他的一些好的弟子啊，跟随他学习没多久啊，就离开他而去啊，离开他而去啊。那么这往另外一个，如果我们说姑且啦，姑且也说往好的看的话，就是呢因为这些好的弟子呢离开了长安呢，也把这个鸠摩罗什的这个大乘佛教啊带到南方去啊。只差别在于说这些弟子呢，他们不像这个道安啊，他们道安是分派弟子四处传教，那么这个鸠摩罗什的弟子呢是离鸠摩罗什而去的，并不是这个鸠摩罗什派他们到南方去的，所以差别呢就差在这里，差别就差在这里。那么就因为这些因素啊，使得呢这个鸠摩罗什啊有这种折贺之叹，那也传说他名声欲还本国之念，那么这些呢都是在这个鸠摩罗什的传记里面呢，他都有透露了这样的一个讯息出来，那么这是表现出
这个一个大成就的翻译事业的一个成就者，他享有这个世间这么一个巨大的一个翻译的一个声望的时候啊，亲口表达出他内心的感伤失望之情啊，可以说跟他的这个传记里面啊的一个大成就啊，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了哈，一个对比。那也许我们会觉得说，那么鸠摩罗什他在翻译上面已经有这么大的一个成就了，他为什么还有感伤说没有办法写出这样的一种大乘的这个阿比谈论出来呢？也许我们呢这个没办法理解，但是呢如果我们对照这个中国啊这个西汉的这个史学大家司马迁啊，他在这个报任少卿书里面啊，就表达了这个司马迁呢的一个抱负啊，他说欲以穷天人之计啊，通古今之变啊，成一家之言啊。这个司马迁啊就有这么一个抱负理想，所以呢他要呢这个就天人之计，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来写出伟大的这个史记啊，伟大的这个史记啊，在中国历史上面呢，享有极高的声誉啊，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哦，所以这个每一个，不管是世间人也好，乃至呢这个我们修道出家人也好，总是在这个立德、立功、立言呢，都希望能够立书，哦，写出呢一本呢像样的著作出来，成一家之言啊，乃至呢说所谓的这个一代宗师啊，一代宗师啊。那么当然呢，这个鸠摩罗什啊，他也是希望一生的绝活啊，一生的所学啊，他能够呢写出一个像样的、具有代表性的、可以展露、表现出他对佛法的一个理解的一个像样的书籍啊，成一家之言啊，这是呢这个鸠摩罗什啊他的一个抱负理想啊。那么这一点抱负理想没办法在中国里面完成啊，他当然呢就有这样的一种感伤、无法释怀之情啊。这是一个我们呢不管是世俗人也好，乃至我们修道人也好，都是希望把自己一生所学的精华能够把它留存在人间啊，提供给这个后世之人啊，能够在这个知识智慧里面呢有所呢这个提升啊，有所帮助啊，能够成一家之言啊，这是每一个人呢这个读书人也好，这个做学问者也好，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理想啊，最大的理想。那可惜呢在中国的这个样的一个环境氛围之下，让这个鸠摩罗什呢无法施展他的一个抱负啊。为什么？因为在中国对于大乘的理解毕竟还刚开始而已啊，还刚开始而已，他没办法齁，没办法像这个西域，乃至没办法像印度对于大乘有这么一个丰富的一个场域啊，能够让他一个发挥啊。那在这个鸠摩罗什呢看到慧远写的这个法性论里面，这个鸠摩罗什他就曾经说了这么一段话，说边国人未有经，便暗语礼和，岂不妙哉啊。哦，这可见说我们虽然中国佛教啊，在这个佛教印度佛教传来中国啊，也有两百多年了的一个茁壮，但是呢在这个西域的高僧眼里啊，我们还是属于啊边地啊，还是属于边国啊，还没有办法有像这个西域乃至印度这样的一种大乘氛围。所以呢这个鸠摩罗什呢他想要在我们中国呢写出这个大乘的阿比谈论啊，这个传
表达出他的一个心得，他的一个抱负理想，就没办法，没办法，就有这么样的一个啧喝之叹，啧喝之叹。那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节课这个休息十五分钟再继续。
那么虽然鸠摩罗什呢，在这个中国，这个对于大乘佛教还不是很这个了解的情况之下，这个所谓的这个边地边国啊，没办法呢，让这个鸠摩罗什呢，这个发展他的抱负啊，写出这个大乘的这个阿毗昙论啊，在这么一个不利的一个环境之下，这个鸠摩罗什呢，他依然呢关注这个说一切有部思想的这个论辩啊，哦，这个论辩，他依然呢，他还是呢，对于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传播，在我们这个所谓的他的眼中的这个边地边国的这个中国之地啊，他还是致力于这个大乘佛教的一个宣扬啊。那么在这个不利的环境，使得是说，在这个之前啊，这个道安在这个阿毗昙八犍度论序里面呢，他就称誉这个阿毗昙呢，这个情言呢翻译作是叫大法，阿毗昙呢是大法。那么其为今人，覆末上焉，岁末加焉，就是阿毗昙呢，它是一个很丰富的、很深邃的一部大法。哦，深读来诸沙门，就是印度啊，印度来的这些沙门呐、啊，莫不主述此经呐、啊，就是可见这个天竺、印度啊，乃至西域过来的这些这个西域高僧呐、啊，这些沙门呐、啊，他们对于这个阿毗昙的经典呐、啊，可以说非常的这个推崇、推崇的尊崇，所以这个道安呐、啊，他也对这个阿毗昙呢称誉有加，然后称誉有加。乃至后来呢，后来当这个僧伽提婆、啊、僧伽提婆这个在这个庐山慧远呢翻译这个三法度论也好，这个阿毗昙的这个论著也好，他后来呢也离开了庐山，来到这个南京啊，来到南京哦，那接受了这个王询，王询是这个东晋的宰相王导的儿子，王导的这个孙子，王导的一个孙子，那么这个是这个王羲之，有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的这个侄子，这个王询的一个这个护持，有一个护持，那到这个王询呢，他也都礼请了这个提婆，僧伽提婆呢，在南方南京地区呢，这个讲述阿毗昙。那这个王询的弟弟王敏，王敏听了这个僧伽提婆讲述这个阿毗昙没多久呢，他也能够复讲，他也能够讲述，就可见呢，这个南方啊，在这个僧伽提婆的一个这个传播之下，宣扬阿毗昙之下，这个可以说呢，让这个原本啊，原本南方是这个般若学系，般若学系的一个思想氛围呢，一转为呢这个阿毗昙说一切有部有中的这样的一种学说了。所以这个提婆呢，他来到南方呢、啊，就异观之徒啊，这些这个异解的这些出家人，莫不沐浴庄严，此盖小圣法尔，便为理之所及啊。那么提婆僧伽提婆啊，还说呢，这个无声方等之经啊，皆是魔书啊。这个因为提婆呢是说一切有部的这个部派小圣的一个佛学家啦，哦，所以对于这个无声方等这样的大乘的经典呢，他就排斥啊，指为是魔书啊。就可见从这个范泰啊写给这个道生竺道生跟慧观的书信里面啊，就可以看出说这个南方啊，其实自从这个僧伽提婆南下之后啊，就一把这个南方原本是这个格义佛教般若系学说的这样的一种氛围，一改呢，改变为呢这个说一切有部有中的这样的一种学说呢，对于无声方等大乘经典呢，指为魔书啊，反映了当时候
这个南方啊，南方的这个佛教啊，尤其是大乘佛教面临的这个传入中土的有部论著的一个挑战，以及所面临的这个压力，这是所谓的不利的环境，不利的环境。那么呢，鸠摩罗什依然关注说，一切有部思想的论辩是指的是什么呢？在这个《高僧传》的僧略里面呢、啊，他就有提到说，这个鸠摩罗什呢，为了解释让大家更了解这个大智度论啊，他也翻译了这个诚实论，诚实论。同时呢，他也跟僧略讲说，这一部诚实论里面呢，它有七个地方可以论破这个比谈的论点的经典哦。那如果呢仔细研究的话，这个可以看得出来。那如果真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话，这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秀了哦。这个鸠摩罗什就跟这个僧略讲这个诚实论的这个优点哦。那么没想到呢，这个僧略呢，他也果真在没有请教这个鸠摩罗什的情况之下，他能够把这诚实论论破比谈的这个七个地方呢，他都把它呢找出来，找出来。所以鸠摩罗什非常的高兴，然后非常的高兴，还称赞说他在这个翻译经典啊，能够有这个僧略这样好的得力助手来协助他、啊。可以说是值得了哈，可以说是值得。那么这个前面有提到说，就是因为有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个龙树提婆的这个论著啊，尤其是大智度论之后了、啊，那么我们中国呢，对于纯正的这个大乘佛教才有比较清楚的了解。那么以至于呢，这个也因为这样，使得原先在印度佛教内部的这个大小圣师派学派思想的一个中途争执呢，也延伸来到我们中国来。所以前面才会说这个范泰写给呢这个道生会官的这个书信里面，才会提到说这个僧伽提婆啊，说这个无生方等之经啊，即为魔书这样的说法，就可见那个。到这个时候啊，可以说是大乘小乘的争端啊，在我们中国啊，也产生了这样的一种争执啦、啊，这样的一个争执。那么，因为大乘佛教刚在鸠摩罗什的翻译之下引进来中国，所以毕竟中国对大乘佛教的了解还是有限啊，还是有限，就没办法全面的。这个破解这个既丰富又深邃的这些阿比昙经典，所以呢，这个以广博闻名的诚实论、大智度论会受到大乘佛教知识界的一个重视啊，它就是因为它能够对于这个丰富深邃的阿比昙呢，能够给予这个论破，就诚实论里面就有七处。可以论破这个阿比昙，就是指这个地方啊，就是因为这个诚实论跟大智度论能够论破这个阿比昙，所以呢，这个才会让这个诚实论跟大智度论在后续呢引起了中国佛教大乘佛教的一个重视了，尤其是诚实论，诚实论后来就衍生有诚实学派啊，哈，诚实学派。那么第二点呢，除了这个。鸠摩罗什呢，他在这个中国这个地方呢，没有办法施展他的抱负，写出大乘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阿比昙论著，有这样的这个折贺之叹呐、啊。最另外一点，让鸠摩罗什内心失望极谬的，还可以从鸠摩罗什。写给法和的一首五言诗，也可以看出说鸠摩罗什内心的一个失望之情、啊哦、失望之情。那法和是跟道安同样的是亲近这个佛图腾的这个师兄弟，他也对这个有部的阿比昙呢是一个
提倡者跟大湾一样，对阿比坦也都是非常的重视。那么这一个罗什写给法和的五言诗呢，在这个高僧传或者呢这个出山上记集都有记载，但是高僧传跟出山上记集所记载的这一首诗呢稍有所不同，稍有所不同。在这个高僧传的记载是说，新山玉明德，流熏万有言，哀鸾孤同上，清音彻九天。那么出山赞记集里面有记载的呢，是新山玉德熏，流芳万有寻，哀鸾敏孤同，清响彻九天。这两首诗里面的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哀鸾孤同上，哀鸾敏孤同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呢是这个关键啊，这个关键。那一般佛学研究者对这一首诗呢没有去十分重视它，所这个探讨的人不多了，探讨的不多，几乎都把它当作一首诗这样的 这样的一种看过而已。但是呢就有一个学者呢，他对这首诗呢的一个差异点，他就做了一个研究跟分析探讨，分析探讨。他在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学呢，这个哀鸾呢解释为是一个悲悯者的鸾鸟，悲悯者的鸾鸟。那在早期的这个佛典翻译当中呢，它是指的这个有美妙歌喉的鸟，它的声音呢是来称颂这个佛的声音呐、这个美妙歌喉的鸟，它的声音呢被用来称颂是佛的声音，是佛的三十二相之一啊，它并不具有悲伤的这样的意涵在里面呐、那孤同在中国呢，它有特有的表达哈、那从这个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意象呢具有明显的忧郁气息啊，忧郁气息。所以当哀悯呢跟这个孤同呢放在一块的话，就有这个哀伤的鸾鸟，哀伤的鸾鸟在这个孤立的桐树上，它的清澈的声音呢响彻云霄了，响彻云霄。同时呢在这个鸠摩罗什的时代，在南方，南方的这个柳颂啊，就是我们提到这个巨石之争，巨石之争的这个主角范泰，范泰曾经写了这一首鸾鸟诗。那在这个鸾鸟诗里面呢，他的序文就有提到说，这个鸾鸟在这个西域这个纪宾国王呢，他曾经抓到这一只鸾鸟，那这位纪宾国王很喜欢这只鸾鸟，给他呢这个很精美很漂亮的这个鸟笼子，也给他吃很好的这个食物。但是呢可惜这一只鸾鸟他就是不会叫，他是不叫哦，那三年呢从来没有叫过。那这个纪宾国王的这个皇后啊，他就说了，他说听可能这一只鸟啊没有同伴啊，所以他就不会叫啊。当这个鸟啊如果看到他的同伴呢、他就会叫了。所以这个纪宾国王呢听到皇后这么一说呢，他就拿一面镜子呢来给这个鸟来照。这个鸟啊看到镜子里面的鸟啊，他以为看到了这个同伴呢、他就果真就叫了。但是他的叫声呢却是非常的悲伤啊，悲伤啊，一直叫到啊这只鸟啊就一直叫到声歇力竭就死了，就死了。那么从这个典故里面就可以看出，这个故事啊它是源自于这个西域的这个佛典，但是来到我们中国啊，经由范泰的这一首诗之后啊，它就有了一个新的这个意思在里面了、等于它赋予了中国的这个解释啊、赋予它的中国的解释。那就范泰啊，他最主要是借由这个典故啊，这个故事啊来说明啊
说明说这个钟子期啊，因为这个伯牙的过世啊，这个知音难寻啊，他就呢把这个琴给打破了，打破了，表示呢这个知音不遇啊，知音不遇啊，这样的一种意涵啊。那么这个范泰他写的这一种鸾鸟诗的诗文是这么写的哈，他说神鸾栖高屋，当然就是指这个神鸾的这个鸟啊，栖在这个高高的这个梧桐树上面，缓翔霄汉际啊，轩逸扬清风，清响中天地。它这个鸾鸟啊，栖在这个高高的梧桐树梢上呢，它的声音很清澈，响彻云霄，外患难预谋啊，高罗演义事，明镜悬高堂，故引悲同泣啊。就是这个鸾鸟看到镜子里面的这个自己的影子啊，故引悲同泣啊，就感到非常的这个悲伤，因为没有同伴哦，没有同伴，没有知音哦，一集九霄音，响流行已毕啊，他就一直呢叫到呢声歇力竭呢就死掉哦，这里面呢就有惨。表现出这个这样的一种凄美，然后这么凄美。那么这一首范泰的诗句跟罗什写给法和的诗句啊，这个有点相似，有点相似，只是这个范泰的诗词呢比较直接，比较直接，而这个鸠摩罗什写给法和的这个诗句里面呢比较含蓄，比较含蓄，但是这个含蓄也是带有这个哀婉之意啊，还是有这个哀婉之意呢，表现出鸠摩罗什卓而不群的孤高啊，卓而不群的孤高。那么这一首诗呢，它就可以看出说，它是这个不管是这个鸠摩罗什影响法泰，或者是法泰影响鸠摩罗什，总是这两首诗呢出现的时间呢几乎差不多。相隔不久，相隔不久，这也可以说是在当时候那个时代啊，有这样的一种文学的一种主题啊，有这样的一种文学当中的一个题目啊，所以是不管是北方的鸠摩罗什写给法和，或是南方的范泰，都同样有写这么样的一种意境意象相类同的这样的一种鸾鸟的诗词啊。可以说是当时候这个应该是属于那时候的一种时尚流行的文学题材哦，文学题材。但是呢，这个我们从鸠摩罗什的这个翻译的这个经典来看的话，鸠摩罗什比较没有翻译我们中国的这种意象哀婉这样的用意象。反而是比较用这个嘉陵鸣千鸟，嘉陵鸣千鸟这样的音译语词比较多，就可见呢，这个鸠摩罗什写给法和的这一首诗的这个作者可能不是鸠摩罗什所写的。但是为什么不管是高僧传也好，出三藏记集也好，都会认为是鸠摩罗什写给法和的诗呢？其实它是有一种文学的一种表现、啊、文学的表现、啊、只是说要以这样的一种诗词呢来陈述鸠摩罗什内心折合之叹的一种铺陈，就可见说一个非常有名有成就的一个翻译大师，他来到我们中国，虽然他翻译了这么多脍炙人口流传甚广为大家所喜爱的这些经典，但是呢他内心最大的一个理想跟抱负，就是能够穷天人之际救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啊、写出大乘的阿比昙论出来啊，这个代表性的论作出来啊。但是呢在于这个中国对于大乘佛教还不是很了解的这个边地边国氛围之下，
没有知音啊，使得他的这个抱负啊没办法实践啊，因为写出来也没能看懂啊，写出来也没能够听得懂啊，所以就这样凄然而止。这是最大的一个鸠摩罗什内心的一个失望。那第二个呢，就是鸠摩罗什在这一个翻译场上虽然有这么样大的一个成就，但是呢他的这些得力的助手弟子们却都没有跟在他身边跟很久，没多久之后大家都离他而去啊，使得鸠摩罗什呢他也感觉到他没有栽培出他得力满意的这些这个优秀的人才来接他的棒子，让他后继有传，这样的一种失望之情啊。所以这个种种啊，都让这个鸠摩罗什啊，他在晚年的时候啊，有这样的一个悲叹的一种哀伤啊。那么呢，不管是这个深佑的出三藏记集也好，慧皎的这个高僧传也好，他能够了解到这个鸠摩罗什的这样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悲伤跟寂寥，在这个传记里面呢，他就借由这样的一种文学表现方式把它铺成表现出来，把它铺成表现出来。那么这些呢也是一般这个佛学研究者比较少关切注意到的一点，然后比较少关切注意到的一点。那我们呢也借由这个这些诗词的一个分析啊，来呈现鸠摩罗什晚年内心的一个寂寥、悲伤、失望之情，吼，给大家做一个了解，然后给大家做一个了解。那么最后呢，就以这个唐太宗赞鸠摩罗什诗的碑文里面，他就有提到说，这个秦朝朗献圣人心，原表无私得自临，十万流沙来赈席，三千弟子共翻经，文含金玉之无朽，舌势之然尚有心，勘探逍遥原理事，空余明月草青青啊。这个唐太宗赞鸠摩罗什诗的碑文的最后这么一段，勘探逍遥原理事，空余明月草青青啊，可以说是这个表达了对鸠摩罗什啊他的一生的一个成就啊，以及呢他最后晚年所表达出来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失望跟内心的一个寂寥的一个感叹。那么我们就以这个唐太宗赞鸠摩罗什诗来作为这个罗什大师的一个讲述的最后一个结论，作为一个结论。那我们呢就接下来呢就进入了这个南北朝，进入了南北朝。那南北朝的一个佛教啊，它的一个重点啊，是第一呢就是南北师说以及叛教思想的出现。因为这个因为有这个鸠摩罗什翻译了这个龙树跟提婆的这个中论、蛇门论、百论跟这个大智度论啊，就后来呢就衍生了这个三论学派。那么涅槃经法显传入的带回来的这个涅槃经呢，也兴起了这个涅槃经的研究，后来呢衍生了这个涅槃学派。那么这个诚实论的一个探讨啊的一个宣扬呢，来论破阿毗昙呢，那么也兴起了这个一批的诚实学派的论说，乃至后来这个南北朝呢，后续他也有这个西域天竺过来的这些高僧乃至真谛的一个翻译佛经呢，也有带动了这些种种的一个学派，比方说十地经、
就有带动了这个实地学派啊，这种种都是属于南北朝诸师的一个学派之说。那么在这个诸师学派之说，他们也产生了这个对于这些种种的经典啊，产生了判释跟这个教别，就判教哦，这产生出来，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这个南北朝佛教呢，他们重要的一个议题呢，就是他也延续了这个东晋慧远大师之后啊，对于这个因果报应、业报轮回跟神灭不灭论这样的一个议题啊，也产生了持续的一个论辩啊，存续的一个论辩。那这个论辩里面，它这主要因果报应跟业报轮回，这是一个论题。那神灭不灭论又是另外一个论题哦，所以就分为两个小题了哈。那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天竺师域诸师，以及呢这个翻译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的这个真谛的一个翻译经典。那这是南北朝佛教的一个重点，然后一个重点。那因为这个涅槃经的引入啊，带动了这个涅槃学派的一个兴起啊。那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是竺道生，就是竺道生。所以我们在讲解这个鸠摩罗什僧团里面的这些优秀的弟子，我们没有讲解竺道生，主要是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哈，一并讲解了哈，一并讲解，才不会说显得重复了哈。所以我们在鸠摩罗什的这个得力翻译助手里面就没有讲到竺道生，把它拉来放在这个南北师说以及判教这个地方呢，把它列为第一个说明了哈，第一个说明。那么竺道生呢，他在当时候没多久，他就被尊称为涅槃圣。在这个隋朝天台中的这个灌顶大师所写的记载的这个《大波涅槃经玄义》里面，他就记载说，竺道生时人呼为涅槃圣，时人呼为涅槃圣。这是这个竺道生被尊为涅槃圣的经典依据。那在同样的，与竺道生同时参与了修订这个北本唐无谶所翻译的这个《大波涅槃经》四十卷，称为北本或称为大本，把它呢修订改为三十六卷，或称为南本的这个会观，他因为是参与了修订唐无谶的这个北本《大波涅槃经》呢，所以这个会观呢，他跟竺道生变为涅槃学派中的两大系，就是这个南北朝涅槃学派有两大系，一系就是竺道生被尊称为涅槃圣，另外一个就是与竺道生同时的这个慧观，两个人呢并为涅槃学派的两大系，两大系。那么竺道生呢，他的一个传记在这个高僧传里面就有提到说，他主要是在这个柳宋时期，这个南京建业京都这个龙光寺为主，所以称为龙光寺竺道生。那么呢，这个竺道生他是巨鹿人，世居彭城，就是跟这个汉朝开国皇帝刘邦都是彭城人，彭城人。那么这个竺道生的父亲做广七令，乡里人称呼他们是一个善父善人。那么竺道生呢，幼儿淫物，冲则若神，冲则若神，幼儿淫物，冲则若神。这表示这个竺道生呢，从小他在这个领悟方面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秀。那么第二个经典，他在这个高僧传里另外一个说，竺道生生与瑞公，就是生瑞及慧眼慧观同学齐名，时人评曰这个生瑞发天真，就是在这个一般那时候当时候的人呢，
就评论说竹道生跟这个生瑞啊发天真，就是他们独标天真呢，秀出群势，领悟见解，发自天然自信，属于自己的原创独见，脱颖而出，一枝独秀。就可见这些种种资料都显示出竹道生的这个颖悟方面啊，是可以说是他的一个特点哈，乃至这个慧皎的高僧传也好，僧佑的出山上记集里面，他也评价这个竹道生说：“笼罩旧说，妙有渊旨啊。”就是旧有说呢，解释不到的地方呢，这个竹道生呢，他都有他的颖悟能够作为补充，而且很深入。但是在这个《慧观传》里面呢，也有提到说，诗人称之为通勤则深笼上首，经难则观少第一，就是在这个深通勤性能观其大者，就是以这个竹道生与道融为首屈一指。那么在西以变难深入细微，又以这个慧观深造天下第一，在这个慧观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评论。那么也因为竹道生呢，他的一个颖悟的一个独见，使得呢这个竹道生呢成为一个义解高僧啊，义解高僧。在这个竹道生的传记里面，他就说这个道生呢常以入道之要慧解为本，就是他重视这个义学慧解，他比较呢着重在这一方面。对于这个实修方面呢，他可能比较不是他的一个专长，然后不是他的一个特点。在这个慧解方面是竹道生的一个特点，所以他在传记里面才说他幼时呢颖悟，幼时颖悟，就马上标举出他的一个特质。就像这个道融他的一个特质就是这个过目不忘，记忆力超强。所以这个道融呢，当遇到这个斯里兰卡的婆罗门呢前来踢馆啊，这个道融啊，他就有办法把这个婆罗门啊所读过的书啊，通通拿出来这个先看，看过一遍，他能马上记起来。所以在这个辩论的时候啊，他就有办法辩赢这个斯里兰卡来的这个婆罗门啊。甚至呢，当这个婆罗门呢这个没办法辩赢这个道融的时候啊，他们就比谁读过的书，比谁读得多。那么呢，他没有想到说这个道融的记忆力这么强啊，已经事先呢，等于知人知彼啊，百战百胜了，已经事先呢把这个婆罗门呢的所读过的书已经把它拿过来看了。所以当在比这个谁看的书多的时候啊，这个斯里兰卡来的这个婆罗门他也没办法比得上，比赢这个道融啊，就这个夹着尾巴啊绕跑而去啊。所以这个道融的记忆力特强啊，就是他的一个特点啊。说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的一个专长，那在这个高僧传里面呢、啊、一开头都会把它标举出来哦，标举出来。那么竹道生的特长就是颖悟，他在领悟方面、慧解上面呢是他的一个专长哦，是他的一个专长。那也因为他的颖悟啊的一个独见呐、啊，招来呢这个讥嫌呐、啊、嫉妒的一个误众哦。那也因为他的一个独见呐、啊。的所有的这个沽名先发啊，当这个涅槃经啊华贤本所带回来的这个涅槃经啊，经由这个佛陀跋陀罗的翻译啊，里面啊他就说这个众生皆有佛性啊，皆可成佛啊，独一禅体除外啊。这个华贤带回来的这个六卷涅槃经啊，经由这个佛陀跋陀罗翻译出来之后是这么写的。但是呢，因为道生的一个颖悟创建、啊、他从经典的深意里面呢、啊、却说这个一切众生皆具有佛性啊，那么一禅体也是众生
他当然也具有佛性，也可成佛。那么这一说法一说出来了，不得了，就引起这个佛教界的一个哗然，认为他离经背道。经典明明讲的说，这个众生皆具佛性，皆可成佛，除一忏体除外，你逐道生凭什么说这个一忏体也可成佛？那因为当时候这个法显所带回来的六卷涅槃经啊，经由这个佛陀跋陀罗翻译，明明是讲说这个一忏体啊无法成佛，那逐道生呢却讲一忏体也可成佛，他也找不出经证出来。因为这个在凉州啊，凉州的这个唐无称呢的这个北本的这个涅槃经还没有传到南方来，所以这个竺道生啊，虽然他的淫悟而有这样独到的见解，也是百口莫辩啊，拿不出证据出来啊，拿不出证据出来啊。也因为他的这个沽名先发啊，提倡了这一忏体皆可成佛，却又拿不出经典的依据啊，就遭到这个僧团的摒逐啊。所以这个独见跟沽名先发啊，是成这个竺道生生命上的一个独跟沽啊，独跟沽。那么竺道生的这个独跟沽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竺道生他与僧伽提婆有部，有部的这个有中的这个僧伽提婆，还有呢这个翻译这个法显带回来的六卷大波涅盘经的这个佛陀跋陀罗呢，不同县，不同县，虽然都在南方，但是呢他们独道生跟僧伽提婆还有佛陀跋陀罗呢就不同县。那第二个呢，这个竺道生他以他的一个淫悟独到见解，认为一禅体也有佛性也可成佛，就跟这个智胜相冲突。智胜呢，他就是站在这个佛陀跋陀罗翻译的这个六卷这个泥环经的主张，说这个忏体呢不得成佛这样的一个观点，跟这个竺道生呢是相冲突的。后来呢，这个智胜啊，他就向这个宋文帝啊，宋文帝啊，这个提出啊，宾主这个道生在这个僧团之外，就是智胜。那一说是会官啊，哦，那都是属于在南方啊，比较站在这个法显带回来的涅槃经的这个角度来说的，哦，所以这个竺道生之所以会被逐出这个僧团，主要是因为智胜，那另外一说是慧观的因素，跟宋文帝这个谏言上表说这个竺道生啊，这个离经背道啊，这个形同魔说啊，说应该逐出这个僧团的，哦，这是这么来的。那第三点呢，就是竺道生的这个顿悟说，以这个慧观所提倡的见悟说相走，哦，这两者不一样。第四点呢，就是竺道生对于戒律，不管是这个法显从斯里兰卡带回来的这个摩诃僧祇律也好，或者呢这个后来竺道生参与的这个五分律的一个翻译，都显示呢这个竺道生对于戒律的看法是比较属于通权达变的，通权达变的，他比较属于对戒律呢比较不是属于墨索借条的人，比较属于通权达变。那对于这个南方啊，这个聚食之争啊，这吃饭的时候呢是要聚坐还是呢朝向这个解家夫坐，这样的一个聚食之争呢，他又跟坚守戒条的会议不同，
所以等于说呢，这个竺道生啊，对于南方主流佛教，可以说呢，都跟人家不同线，不同线，就显出出这个竺道生的独跟孤啊。那第五点就是叛教，这竺道生他的一个叛教跟这个慧观的一个叛教呢，他们都是属于这个叛教的一个最初了，最初。所以这是竺道生因为他的一个淫悟所得的一个独见，使得他呢在这个佛教僧团里面的孤独啊，就表现的在这五方面，那我们就一一来做解说，那跟僧伽提婆以及这个佛陀达陀罗不同线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竺道生呢，他是在这个般若六家的这个本无中竺法泰的座下呢出家的，是属于这个般若六家的这个本无中竺法泰的座下出家的。你说这个竺道生本身啊，本身他是属于呢这个般若系的这个派下来出家的，后来呢他离开了这个南京呢，到了这个庐山亲近这个慧远大师七年，后来等到这个鸠摩罗什呢来到长安之后呢，这个竺道生就以慧瑞慧观跟慧远呢他们一同呢到离开庐山到长安去亲近鸠摩罗什，所以观中生众啊皆为这个竺道生呢神悟，就表示这个竺道生在这个领悟方面呢是他的专长。但是呢这个竺道生在这个鸠摩罗什的身边时间并不很长，顶多不会超过四年，是属于游学性质的一个参访啊，在西元407或者呢最晚408他就离开了长安僧团，所以他基本上呢跟佛陀跋陀罗呢在长安是没有见过面的，是属于游学性的一个参访，所以我们就没有把竺道生呢这个列在这个鸠摩罗什的得力住所的地址一并做讲解的另外一个原因啊，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在这个慧林的为竺道生所写的这个诸文里面呢，他就有提到说这个竺道生中年游学，广会译文，自扬就是扬州居勤，登庐设获罗什呢大乘之趣，提婆小道之要，闲唱诗子。就是后来这个竺道生离开长安之后呢，他就到处去游学，可能到了这个安徽霍山这一带，那么同时呢他也上去庐山，所以僧肇所写的这个《般若无知论》就是透过这个竺道生拿到庐山给刘习敏跟慧远他们看的，就是这么拾起的。那么因为这个慧远后来有请这个僧伽提婆翻译这个三法度论也好或阿毗达论也好，所以这个慧远啊他也有这个跟这个僧伽提婆呢学习这个有宗的思想，那么竺道生呢他在长安的时候是亲近鸠摩罗什学大乘的，后来他来到了这个庐山呢，他当然也学了这个提婆的这个说一切有部这个阿毗昙有宗的这些经典，等于说他对大乘也好小乘也好他都有涉略，所以在这个他的一个铭文里面他才会写到说这个罗什大乘之趣，提婆小道之要，闲唱诗子，他都有把它融会贯通，甚至呢有他的一个独特的见解，那么这个慧林啊
在这个佛教史里面，这个有名的慧领有两个，一个就是现在这一位给这个竺道生写这个朱文的这个慧领，他是南朝柳胜的僧人，他写的这个白黑论，白黑论我们在后面讲解这个神灭不灭论里面呢，会提到这个慧领，他是一个黑衣宰相，黑衣宰相他的这个白黑论原本是要阐述这个佛教的这个神灭不灭论这方面的论述，但是因为他个人的一个个性的一个偏激，用词偏颇，反而适得其反，反而适得其反，就引起了教界的一个这个批评啊，一个批评，这也是这个给竺道生写朱文的这位慧领。那另外一个呢，是唐朝的时候亲近这个不空三藏学习的密藏的这位慧领，他是唐朝这个长安西敏寺的一位僧人，对于这个儒家思想也好，或者是印度的僧民、中国的训书，他都有涉猎，非常的精通，写了很有名的一部这个翻这个华梵音译这一方面的知识的这个一切经音译这一本书啊，这是很有名哦。这是在唐朝的时候的这一位慧领，这是在中国佛教史上面有名的两个慧领。那给竺道生所写的这个朱文是这个南北朝柳宋时期的写白黑论的这一位慧领哦。这一点是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然后就像这个历史上啊，这个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历史上也有很有名的两个慧远，一个就是庐山慧远大师，另外一个呢是在隋朝的时候是这个晋隐士的这个慧远哦，这两个呢也是有所区别的。那么区别我们就以这个庐山慧远跟晋隐慧远做一个区隔，然后就以他们所处的这个寺庙做一个区隔，一样的道理。那么这个竺道生呢，他在亲近鸠摩罗什的时候，在鸠摩罗什呢翻译长安草堂寺翻译这个《法华经》之后，也翻译了这个《维摩诘经》。那时候正好这个竺道生呢都在这个长安鸠摩罗什的身边，那我们不敢说他有直接参与这个翻译《法华经》或者《维摩诘经》，但是至少在鸠摩罗什翻译《法华经》的时候，翻译《维摩诘经》的时候，竺道生呢有在长安，有在长安，所以在这个竺道生的这个经典著书里面，他都有对这个《法华经》跟《维摩诘经》做这个著书，做这个著书。那竺道生呢参学鸠摩罗什呢，一方面学习到这个大乘空中般若学的经典，因为他本身就是跟这个般若六家的这个本无中的竺法泰坐下出家的，所以他本身就是般若学方面的一个系统的弟子。那同时呢他也跟着这个鸠摩罗什呢，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研究《法华经》跟《维摩诘经》。那么在这个经典的道融里面呢，他就有提到说，这个道融啊，擅长于《法华经》，有经典著书流逝，鸠摩罗什翻译出了这个《法华经》之后，就曾经命令这个道融讲解这个《法华经》。所以呢，鸠摩罗什听完之后，非常的赞叹道融，说：“佛法之心，融其人也。”哦，那在这个《续高僧传》的僧敏里面有提到说，从这个习道生入长安，这个姚兴于逍遥园见之，使难道融意，就是请这个竺道生在这个道融讲解义理的时候呢，难问道融，往复百番，言无不切，
众皆睹其神风风神，服其英秀。这一条呢，除了说明这个竺道生他在长安僧团是属于游学方面有他的一个被姚兴所推崇的一面，同时呢也说明呢这个两者这个道生难道容易，也可能是他们两个人呢共同在这个法华经的讨论上面呢的一个研讨的一个研讨。那么这个竺道生呢他在这个法华经上面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视了，可以说是非常重视。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在这一方面就留待下一次再做详细的解说。那我们大家请合掌。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皈依身，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何难甚众。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